Jason Kuroma。大表弟。那今天克罗马差两次助攻，今年赛季他会有完成100次的一个助攻来了。古罗马过了，给小球库萨斯，但球被克罗马抄走。这个球 ，Brickman 出现了失误。云豹这边推进速度很快，小高给球，篮底下是克罗马换走。云豹前面3-2的快攻，再给克罗马拖车进来。比较少，反而是让，反而是库萨斯，甚至龙豹。龙豹持球机会蛮高。来之后很强势，已经投进2个 field goal。刘元凯，对，然后邱子轩两个三分球啊。这边刘元凯篮底下放，这个球过掉邱子轩之后，后面还有第二线的一个防守，但球最后还是弹进去。来看看克罗马这个单打，花舌的过掉邱子轩之后，后面还有李威廷的一个，从高中开始都是一球在手的主力球员，所有战术都为着他围绕啊。现在表弟要回来，刚才是李威廷的一个非法掩护。官皇6-1-5-2，克罗马切进来篮底下，哇，这个球最后时间到的情况之下，小高出手并没有投进。上半场比赛打完，全家海神目前61-52领先台皮云豹，不过克罗马现在可能也有点火气了，还在跟裁判这边来安帽，准备要上来。是因为打到目前为止，其实两队的这个进攻，哇哦哟，讲功。这球卡森选择沉退啊，那放库萨斯投这个中距离啊。我这边克罗马篮底下放进，上面必须要增加他的压力，甚至消耗体力啊。这边帮忙防守，开卡森的一个分球给到克罗马，克罗马，哎，帮忙防守是吹谁的犯规？跳起舞来了。吹的应该是吴小景，克罗马第二罚，第三节追个弯下，克罗马切进来，要到那个2+1。威奇是控制住，对，在下半场他没有控制住啊，也被挡下来，哦，1-1，1-1，哇！克罗马单打邱子轩这一点，哦，接进去，已经面对两个人的防守，还是把球放进去啊？是，而且邱子轩这个球，这两分，对，这段期间这个云豹把分。